我们不讲有对象相亲的东西。啊，那个有没有人没差了？其实，我们的制作人说过，没有咖我们自己来，所以我们多了一个苗可丽，三个人就可以玩两个钟头。这是什么电影？你想拍吗？我不要。人家奖金中奖那个，一起的电影，写新的，而且正经的我来讲，那段共我一共啊，因为我记得我跟直父我们这么多年交情，通常只有一句话，哎，你要不要做来？然后每一次录影，他开任何节目，第一次会到，第一次，三年多来直父只到过一次，然后其他就交给制作团队来，这代表一种相信。包括之前的黄金叶什么，通通是这个就相信。那相信我们接受了这个相信，我们就全力去打。虽然这个节目要刮风下雨啊，乌云乌云迷迷茫茫啊，艺人赶高铁啊，台湾街啊，黑道来接轨啊，不公平。然后在外面状况会很多的，但是还是慢一点把它完成。现在我们两个人加起来112，啊两位。你占了82，但是我们战斗到不能战斗，就算战斗不能战斗的那一天为止啊，对。好，我是酒店经理，我你们乱讲哎呀。